早安，今天呢是礼拜一开学第一天，然后我是早八的国文课，所以我现在要准备出门，现在才七点多吧，希望我不要迟到，因为我们学校要排队量体温。一毛大蓝。嗨大家，我跟你们讲一个超酷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现在如果体温超过37.5还是38就不能进来。我一开始以为他们用那种耳温枪的方式量体温，就刚是经过一个很像红外线的东西，然后就大家这样走过去而已。我觉得超酷。现在才一点多，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就自己先下课回家。其实我本来下午有一堂通识，就是两节课，但是我后来决定就是我要退学一堂课，然后再去加签看看其他。如果没有加签上，就等我大四再修。因为是历史，反正就是有点复杂，就是有点毕业门槛的感觉。你看它的尾巴。大家，我刚不是回到家了吗？然后现在已经要6点了。我刚刚本来其实回来吃完饭后，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影片剪完，然后明天去学校上传。但是呢，我说在吃饭呢，我就看了一部剧，因为我其实想看的韩剧还有 Netflix 最近都看完了，所以我去看日剧，去看之前有同学推荐我的，我找一下，我看一下它叫什么名字。叫做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反正我本来是根本没有在看日剧的人，然后我想说，因为我看到那男主角我觉得很帅，就发现真的超好看，因为男主角很帅。反正现在到7集，然后我下午的时候就把7集都看完了，在这边睡觉。然后呢，我推荐大家如果有空闲的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真的男主角很帅。我现在呢要来认真的剪片，真的是认真的，不要再有事情干扰我了。而且我给你们看，就是我嘴巴这边破了，就是我最一开始我以前没有这样子破过，然后是寒假开始突然有一次这边破掉，然后我才知道是口角，就是我上次感冒3个礼拜那次，然后这个破掉之后就换这个破，然后好了之后就这个又再破，这已经是破第3次。我现在觉得超可怕的，真的是我有朋友讲说一日口角炎终身口角炎，真的是这样子。害我现在，我今天早上有吃维他命 C， 就是好像是缺维他命 C， 但是我不知道吃了会不会好一点，希望可以赶快好，不然这样其实破一直很痛苦，就是你要吃东西这样子啊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嘴巴又再破一次的感觉。上学了，今天的课呢是从早上10点上到下午5点半，但是我现在其实有点紧张，因为我下午最后2堂是日文课，然后我日文课，上学期的时间跟下学期，就是上学期的时间，下学期刚好有课，所以我必须要换一个班上课，所以我就换一个老师，然后我选的老师就是日本人，所以我就有点害怕，不知道那老师可不可怕，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不过我现在要出门了。 Baby I ain't never been good at math, I usually use my fingers to subtract or add, something I know is greater, and I don't need no calculator. 我到家了，早安，今天是礼拜三，9月02号。哦，对焦。然后今天的课呢是早上2节，要去上 Photoshop。
这是我们这学期第一次上，反正就上完学期上电绘、上 AI， 然后这学期上 Photoshop， 然后嘴巴这边超级痛的，我妈叫我今天去看医生，但是我今天下午就是下午要开会，开完会后应该要去找罗瑞琴，只是我们还没讲要去哪，所以也不一定，有可能就只是见个面，因为我想去看医生，然后我妈也叫我赶快去看医生，还是张开嘴巴，然后她就会再吐一次，像我现在这样讲话又好痛。哭吗？今天外面天气比较阴，不知道等下会不会下雨。到家了，今天外面很冷，比起昨天冷，然后又有点下雨，我要回家吃东西。嗨大家，我现在已经吃饱了，然后我今天下午在学校待到大概3:30左右。四点半左右，然后本来要跟罗瑞琴约，但是后来我们也不知道要约去哪里，然后再加上我一开始不太确定我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约。哦，我昨天撞到头，昨天在吃午餐的时候头撞到那个架子，现在好痛。出门的时候找不到我的悠游卡。紧急上楼。出门，今天穿比较多。嗨大家，我现在发现我前天居然忘记带水壶出门，所以我现在要先来买个水，因为我想说现在传染比较危险，所以就方便跟别人用同一个水壶之类的。现在要准备去开会，又要去开会了。Hello， 你好，我以为好新啊。嗨大家，我现在终于下课，我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课，从早上然后上到现在5:30，终于又开会，然后我们老师提早下课，我们也聚集去开会，所以。今天一整天超级忙，我现在，这是我的公车。嗨，大家早安，我现在要出门去上体育课，现在超级早，出门。Girl, I'm looking at a face I don't recognize today myself. Don't know what to say, things ain't the same I felt.We lost our way, the street is two ways and God. And everybody keeping to themselves. I know you're sorry. You dragged me through hell. If this was real. 嗨大家，我现在呢已经到家。今天其实下午的课是到4:30，但是因为老师说第一堂，所以他上了大概一节课多一点点，我就下课，然后。等一下晚一点我应该会跟我同学去东区，只是我东西实在是太重了，所以我要先回家放东西，然后可能吃的东西再出门，晚一点再出去。嗨大家，我现在呢因为刘海会一直掉，所以我先抓着，我现在要准备出门，然后现在差不多6:00吧，所以等一下可能搭公车会有一点点塞。今天去东区应该就是因为我同学们要去逛星期一古着，好像特价吧，然后可能再去逛逛 Uniqlo， 我会想要去买一下就是记事情的叫什么
手账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记行事历，对，就是行事历，行事历的东西。因为我现在那本太大太难携带，所以我等一下应该要去看一看。出门，给你们看我背的小包包，这是我舅妈自己做的，很可爱吧？我走一走，突然想到可以分享一个事情给你们，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因为过敏很严重，然后台中又很干，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戴着口罩。那我发现真的会因为戴口罩，所以不容易生病。像我国三那一年，就想说过敏是一个原因，然后怕感冒是一个原因，因为要会考，所以不能感冒嘛。结果呢，我那一整年都没有感冒，因为我一整年都戴着口罩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戴口罩有关联，反正就是我觉得戴口罩真的有用啊。边走边讲话，还戴口罩，有够惨的。你们看今天的天空，又好漂亮哦。你只要看到这种米奇或是公主的东西，我就会很想买。我想要买这种的，就是这样子，一大格一大格的，但是没有我喜欢的颜色。这一款只有这三个颜色，我再看看好了。我最后决定要买这一本。嗨，大家，我到家了。等一下，听说我们家猫会在外面。我妈说要让它吃草。姑妈，吃完了哈，啊，吃完了哈。哎呦，笨猫，你去。妈，你要不要去？啊，你去好不好？你也来吃，去吃，快点吃，新饲料。你只有饲料可以吃，快点，快点去吃。算了，没有肉吃，你只有饲料。嗨，大家，我今天早上11点多起来，还是12点，反正我吃完，我起来后吃完早餐，然后我又跑回去睡觉，我就又睡了2个多小时，我睡到4点半才起来，然后我又吃东西，然后到现在6点多，我刚刚要下去运动，但是后来发现有人，所以我晚一点会再下去运动。现在我想说趁这个空档来写一下我昨天买的手账给你们看。我昨天买的是，其实就是一本很基本的手账，只是我想要买那种，因为很多都是可能2020，然后他就帮你写好几月几号的那一种，就是你可能不能自己调，可能你这个月不想写，或是你可能从3月才写，像我现在就是从3月才开始写，所以我就想买这种没有奇效性，跟对角的嘛，就可以自己勾。就我现在来大致写一下，因为我东西实在太多，就是暑假的那个营队要用太多，就是因为我是活动，所以太多东西要记，所以我想说现在来写一下。然后如果有人好奇我是我们学校的营队的话，我之后应该会分享，大家再去看，来参加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了。反正我之后应该会分享在 IG 上什么的，或是之后，反正之后下学期的 vlog 可能很有可能都是一直围绕着我在准备营队，因为应该会很忙。眼睛进。
现在呢刚运动完，然后我现在想去，我有带卡吗？我现在想去对面 Seven 买一下吐司，因为我上次不是买那个饼干的酱吗？我到现在都还没吃过，因为我们家没有吐司，所以我想要去 Seven 买一下吐司。结果 Seven 吐司居然卖光了，我最后买这个。猫咪呢？猫咪。Something about the way that you understand. Don't need a rush and we don't need to make no plan. You say pace yourself, slow it down.我现在呢要先来读一下日文，因为我好像没有跟你们更新我日文老师的近况。就是我那天不是说，因为我们换一个日本人，然后日本的日文老师来上课，然后觉得那天上课超级，就是跟我之前的日文课完全不一样。那个老师很认真，他教的东西都很好，就是你两堂课你会塞入超级多东西，然后他每一堂课都要小考，所以就变得我要持续的读日文，就是有点，虽然这样子还挺累，但是应该算是不错啦，所以我应该不会改选其他老师，就会继续上那个老师，只是这样子之后就会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我现在趁这个时间来读一下日文。It was calling me aboard. And as I climbed inside, I saw you sitting there. 结尾片段跟上礼拜根本一模一样。其实我现在是在剪片，然后剪一剪突然发现我今天好像根本没有录什么，然后还没有录结尾，所以我想说就直接就地跟大家说拜拜。然后对，刚讯息跑出什么应该是不重要的吧。最后呢，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我们下礼拜再见吧，拜拜。 I couldn't mute the conversation